苗条的身材重要吗？为什么女生都想有个好身材？女生如何吃出肥而不腻的好身材？想要保持好的身材，方法很多，但是一定要知道25是一个分水岭。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，身体会出现发福状态，尤其是小肚腩开始出现，赘肉变多。这些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分泌变少，人体的代谢越来越缓慢。当运动一旦不够的时候，会迅速出现肚腩，彰显年龄。尤其是进入中年期之后，女性就要更加重视身体的护理。一方面，这时女性消化系统能力下降，容易造成身材走样，而且肥胖可能引发多种健康问题，较为严重的是脂肪肝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和遗传病等等。追捧苗条的身材或许不是每个人的志愿，但是你是否知道，如果没有控制体重，将会为你的健康埋下疾病的种子。其实不是一味的节食就是瘦身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掌握清肠排毒代谢合适度。所谓代谢合适度，就是指减肥不仅仅是减轻体重，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体内出现的一系列新陈代谢的异常状况，以及上述肥胖并发症。如果你超重，体检后发现有高血脂、高血压及脂肪肝等，那么瘦身的前提应该建立在你的并发症是否有改善，而不是关切减掉多少千克的数字。那么女生要怎么样才能保持苗条的身材？那现在就试试天丽青汁瘦身丸 Miri HCA Slim 吧。天丽青汁瘦身丸 HCA Slim 含有多种天然瘦身成分，除了主要的可聚糖、血糖散、藤黄果 HCA、芦荟，还配以绿茶提取物、山楂、巴拿巴叶及枳实提取物，以加强 HCA Slim 效果。天丽青汁瘦身丸有几种最佳清肠排毒成分：一、藤黄果 HCA， 也叫做马拉巴尔罗旺子，是一种热带水果，也是在美国很流行的减肥保健品，能抑制食欲，增加饱足感，减少你的每日能量摄取，以帮助抑制脂肪的形成，帮助身体机能达到最佳的新陈代谢。二、可聚糖 Chitosan 有助于减少小肠对脂肪的吸收，将体内脂肪包住排出体外，清理肠道却不影响营养的吸收，是天然的膳食纤维，能辅助肠胃蠕动，帮助排便，维持肠胃功能及辅助肠内益生菌的生长，是减轻体重的良好辅助食品。三、芦荟具有补中益气、生津润燥、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嫩白肌肤，保护头发，改善发质。其他成分如绿茶提取物、山楂、巴拿巴叶及枳实提取物，能有效辅助体内的脂肪代谢，减少脂肪的制造量，刺激体内脂肪燃烧，减少脂肪积聚，让肠道畅通，来帮助您达到取脂净化、清肠减重的作用，以加强天丽青汁瘦身丸的效果。天丽 HCA 青汁瘦身丸，60粒加20粒免费胶囊装，售价新币58元，你可以上网购买，或在新加坡各中心药行均有出售。询问电话6562-5526。